理查斯美联社。早安，自由体育为您献上精彩赛事与转播。MLB 例行赛，天使客场迎战游骑兵，天使派出理查斯 Craig Richards 对决游骑兵的费斯特 Dak Fister。 赛前7胜3败排在美联西部第二的天使，能否击败游骑兵夺下二连胜呢？NBA 例行赛，金块坐镇主场迎战拓荒者，金块近期拿下一波5连胜，目前45胜35败，与灰狼并列西部第八名。对二队来说，场场都是关键。前一场砍下31分的小前锋巴顿 Will Barton， 今天能否再度挺身而出，为金块拿下6连胜呢？中职例行赛，桃园球场将由中信兄弟挑战桃园，兄弟派出莱弗利主投，桃园则推出尼克斯先发，两位洋投都将寻求个人首胜。喜爱中职的球迷朋友，请准时打开电视收看转播喽。日职例行赛下午5点将有3场转播要带给球迷朋友，首场由乐天出战欧力士，第二场由火腿做客迎战软银，最后一场由阪神在主场面对广岛，喜爱日职的朋友不要错过喽。SBL 季后赛，晚间6点由玉龙对上富邦，晚间8点由浦原迎战金九，已拿2胜的富邦勇士能否再接再厉夺下第3胜？而金九与浦原谁能够拿下关键第3战的胜利呢？球迷们一起打开电视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吧。 CPBL 例行赛18点35分，向 at 元 Eleven Sports 1CPBL TV 爱奇艺。 MLB 例行赛8点，天使 at 游骑兵 FOX 体育。 NBA 例行赛8点30分，拓荒者 at 金块艾尔达体育一台。 NPB 例行赛16点55分，广岛 at 阪神 Eleven Sports 1。17点，乐天 at 欧力士 FOX 体育三台。17点，火腿 at 软银 FOX 体育二台。 SBL 季后赛18点，玉龙 at 富邦。20点，浦原 at 金九。地点，新庄体育馆。转播，未来体育艾尔达体育一台。